起来一场快闪活动，不过怎么连他都在里面？哦，原来是陈怡蓉今日为电影《艾琳娜》宣传，化身小提琴手要来惊艳一下大家的耳朵。很紧张，手都一直在抖，到现在还在抖。每天24小时里面有16个小时是在拉小提琴，其他时间就是睡觉、吃饭跟上厕所。既然都已经为电影苦练这么久了，不如就现场来 solo 一段喽。现在没办法，现在我没自信，单独拉可能就会有点让大家会很尴尬，所以还是不要让大家尴尬比较好。可能你唱歌比较让人尴尬吧？唱歌比较难。我其实还蛮爱小提琴的，小提琴很有趣。越拉越有心得，那男友有没有大力赞赏？越来越爱你啊！就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受过我的折磨，因为我拉的最好的一首歌是生日快乐歌。所以我有给每一个朋友听过生日快乐歌，然后大家都觉得说有没有别手就没有了。至少可以帮男友过生日啦。报道。